在民国97年8月13号的当晚，陈前总统阿扁知道了洗钱案的事是纸包不住火了，于是决定对社会坦诚这件事情。结果这个决定让阿珍非常的生气，他抓狂地跟阿扁大吵了一架。这一架不但吵出了两人的火气，也吵出了一件震惊台湾社会的案件。大家好，我是盛竹如，欢迎收看蓝绿蜘蛛网。人在做天在看，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在民国97年的8月14号当天，阿扁开了记者会，向全国人民道歉。这一个举动不但得不到全民的谅解，更让大家怒火中烧。俗话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更何况是这么一把大火。而这把火也让宝来花园注定有一个不平静的夜晚。啊，我就已经这记者会已经开啊，我无道歉，我要讲啥？讲错话吗？从前有一个小明，他出了一场车祸。啊，你敢讲？什么场合我还讲过什么小明？小明怎么样？讲笑话？大概公车为小明就要被车撞，情何以堪？阿扁，我怎么忍心呢？对不？都啦，那国民党的笨蛋怎么说我的？他们说我不是男子汉。我敢说，我责任都往你身上推，有吗？阿丁啊，你过啊！我有把所有的过错往你身上推过吗？怒气未消的陈阿扁，这时候突然间走向茶几，把桌上一把锋刃无比的刀子举了起来，回头看看阿珍，慢慢走向阿珍。俗话说刀剑无影，正当他举起这把锋利无比的刀子的同时，会起什么样的化学变化，会发生什么样的人伦悲剧，我们看下去。哎，爸，你会看到我那个刀子，你怎么把这个刀子拿来切蛋糕？这是我在里面所有的耶。哎，不是我哦，这是你妈妈要吃蛋糕叫我来切的。这个，哎，这都是你妈要的，不是我。我不吃蛋糕。好，那我再问你啊，那个餐桌上有一个冰淇淋，那个是谁吃的？怎么吃一吃你不拿去冰，通通都化掉，就是奶昔了。哦，我也不是我这我爸爸为什么会吃奶昔呢？那是你妈妈要吃的，你不放回去真是。那个到底是谁把？那都是你妈妈，是你妈妈做的，不是？说，到底是谁？这个刮胡刀用不用都不摆好，还在乱丢，难道这个也是妈妈放的吗？阿婷啊，下次刮完胡子，刮胡刀不要再乱丢了。其实我真的是会长胡子。就在阿扁跟信宇的争执过程当中，阿扁把一切的过错都推给了阿珍。最后阿扁拿起了电话，他这通电话究竟是拨给谁呢？拨给幕僚、剪掉，还是更重要的关系人？我们看一下。喂 ，Hello， Hello， 哎 ，Hello， 哎耶耶耶，志总，哎 ，Daddy，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哎、hey, ，你好不？我叫何伟啊 ，My son， 哎、hey, ，My father， I'm your father， I open the 地家会， what is 地家会？我 say sorry， everybody， 我讲讲
所有代志都是你妈妈做的决定，你才无听我。我跟你说哦，如果日后人家问你任何事情，你全部都推给妈妈，知道吗？推，推吗？推给妈妈。哦，你说推拿啊？有啦有啦，最近哦，那我在搞推拿。最近安怎？我在搞推拿，哎，啊，卡大烂，卡大烂。啊，你怎样哦？啊！哎，你怎样？你怎样？大声！无啦，你最近，你最近在搞我发声呐？啊？发声？哎。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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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拜拜好 I love you 新女啊什么人爸是到底是谁的到来让阿扁这么样的震惊呢是剪掉是马英九还是鬼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政治的缠斗感情的缠绵还是权力的缠绕呢请锁定蓝绿蜘蛛网，我们下次见。